Good morning, President Biden, Joe Biden. Good morning, Blinken. 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我刚才早晨做了一个做了一个那个一个和佩洛西啊，南希佩洛西的一个视频啊。找了一个视话视频对话，因为我这个我觉得这个佩洛西这个这次访谈，这个暴露了这个美国民主政治的很多问题漏洞，就是说怎么了，出现了很多的虚伪的现象，就是执法人犯法。这个制定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人违反台湾关系法，啊，那个拜登就卓拜登这个总统啊，刚刚制定了四不一无一这个视频对话，又做出了一个 American Promise 美国的承诺，但是呢。